海参，你别踩了，我先把扇贝剪了啊。太大了，扇贝，最近扇贝都吃够了啊。还开口了，太爽了，这也太多了，吃够了。哎，我一动它当然缩了，你看多么可爱的小胖子呀，全身的刺都起来了，洗一下子啊。不错不错，跟你一样，小胖子一个。没有，哎，有吗？没有，大侠。你不指我都看不到，他咋不动啊？你不指我都看不到呢。收了啊，今天有拍大侠呀。这一串石头咱都翻翻看吧，一个都不带拉下的啊。这个石头底下是谁的？没有。哎，没有。哦，有了，看看两个脑袋露着呢。收了啊。沾了好多石头。不错。咦，太爽了。咦，哪个漂亮？收了啊。哎嘿，恢复原位给他们。哎，这个给他造一个空，下次还能藏。这个石头底下有吗？没有吧。这石头底下像有的样的，我灵感来了。咦，哦，又是两条，底下还有一个毛蛤蜊呢。毛蛤蜊收了。哎，他正在吃，你看。啊，对，毛蛤蜊正在吃它。哦，收了，又吐水了。哎，别吐。哎，收了啊。又要往外逃跑，他们又正在逃跑，拽下来。看看这个石块底下有没有大货。开，有吗？快挖个洞。没有吧。前面刚说了不想再吃扇贝了，还捡了。你说下次再捡到扇贝，再看到扇贝还捡吗？又只能出去送人了。哎，扇贝也不能动，你像其他的吃不完都动了，这扇贝也不能动了。收，看，我发现这里一只大侠。哇，你看这个，哎，爪子还动啊。那为啥高高的这么老实呢？就这么老实的躺在沙滩上。收了，这里好多大侠呀。哎，我天哪，我发现了几只大侠。好吓人啊，好吓人啊。这还转圈了呢，跳舞了。这就跟人的皮肤一样呗。有人有白呗。你看，我发现这里有一只大龙虾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是不是没看到？哎，它进来了，它跑在这里边了，藏进来了。看，举起大爪了。哎呀，弹起来了，还个头不小啊，有个一斤多。呀，你看这个大爪子可有肉了啊。这个龙虾你看，最近的龙虾哈，之前抓到的那个也是，它的头好大呀，
好有弹性啊，你看，瘦了啊，不错不错，收获不错呀。刚来捡了几个贝壳，然后又收获一个大龙虾，真是太有发财的感觉了。你尝一下里边有没有大螃蟹？翻翻这里石块看看，哦，还没翻石块，看这里一条，那里一条，那里还有一条，什么情况呀？翻石块底下不得一窝呀？竟然没有，他们是不是感觉要涨潮了？所以说都爬出来了。看这个，就是我就感觉它是时刻准备着了。还行啊，哟，哎，这还一个，哇哦，没看到，我只看到它了。咦，看，怎么样？哟，还吐水还？看，呀，这一个也不错，呜，跳起来了。它是不是在激烈的反抗？感觉它981个吸盘都在动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这个也在强烈的逃跑，不要逃跑，一起去我家做客吧。这个鲍鱼，这是两个鲍鱼。哎呀，你看这个还在爬呢，这个也爬了，你看看，这个也，哇，这两只鲍鱼好大呀，比我以前捡的鲍鱼都大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感觉到它的肉。很用力的在弄我的手，瘦了啊，可真不小，不过这个大，这个小一点，瘦了啊。然后往那边看看，哎，鲍鱼找不到了，这不在这儿吗？我刚才看到了，哦，这里了，这，哎，看，是条大石斑，好大呀，它的身体还在弯，它有点奄奄一息了，虽然还活，你看鳃还动，但是已经在这里时间太长了。不活了，嘴都开始张开了，但是丝毫不影响我看它的食欲呀，多大，肉棒棒的，有个2斤沉啊。哎，尾巴还动，你们看，朝我摇尾巴，我知道了，这是认主的意思。收了啊，耶，走，这里是一条小八爪鱼，但是不活了，你看它这个样，没问题吧？没有，一点问题没有。哎。奄奄一息，你看你看，动起来了，它应该是睡着了。收，我还以为它不活了呢，可真搞笑啊！来，这里有蛤蜊，捡了它。哇塞，这是八爪鱼，哦，是吗？哎呀，两条，你看，我先把蛤蜊捡了啊。发现潮水有点涨过来了，你看这水流过来了，八爪鱼嘛。哇塞，哇塞，开花了，这么漂亮的吗？你可真厉害。今晚上给你加餐啊，我都没看到。哎呀，这个个头也不错，好大呀，这两只，你看有多大，漂亮，收了啊，走，我的桶呢？你们看到了吗？又是一只超大的鲍鱼，收了啊。来，哎，我看这里边还有蛤蜊。哎呀，收收，可是是真不小啊。你看呀，到了秋天什么也大，鱼肥蛤蜊大的，收了啊。看，隐隐约约的水里一个扇贝，看清了吗？你有没有看到啊？粉红色的，收了啊。这一个扇贝，哇，我干什么？鲍鱼，你看，我离老远一看，只有一个扇贝的。你看呀，哇塞，这么多鲍鱼吗？哇，有大有小，还这个这么大，哇塞，发财了。哎呦，哎，这么多吗？看看，这幸亏是一个扇贝把我吸引过来的，要不然我都看不见呢。收了啊，红烧大虾呀，哇塞呀，你看他们被水冲到这边，然后水下去了，虾没下去，它这么多，这个爪子还动，哇，好不错。哎呦，弹了呢，虾，手不手？哎呀，我的天，这太哇塞了吧！看看，好多好多，这随便一捡就是一盘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哎，这个小一点啊，收了。继续。看八爪鱼，我眼看着它从这里面逃出来了，为啥呀？出来迎接我吗？还是出来吃海菜呀，晚上出来散个步。好啊，哎，我
我的天哪，原来如此，你是出来串门吧？他是从那个石头出来过来找这个邻居吧？你是不是早看见了？我没看到。天哪，我真没看到。那我怀疑这里边还有。这灯没了，再来给他扣上。倒着锅，看看石块底下还有没有货，有没有货？有啊，这么大不应该没有啊。走吧，大货都藏在小石头里呢。有吗？有，没有。有吗？有，没有。还是活的。这个呢？这个不行了，收了啊。我的捡了都。哟，看，这里大八爪鱼，帮我看看还有吗？哇，两条呢！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哎，哎，没有。四个大石块，哦，漂亮，又把自己给切成开花了。这里边像有那样的，哎，没有。看这里还有鲍鱼，哎，这个鲍鱼在这里跳起来了，这转了一圈，咦，还可以啊，这个肉好肥呀、啊！你看，看看，动了动了哦。大家好，我叫鲍鱼，给大家表演一个跳舞。哦，收了。呀，这个肉也太大了吧，两大两小。嗯，说，看这里下背。哎嘿，我的天，跟个手掌这么大，过瘾吧？回家做个酸中粉丝，然后把粉丝放在这，正好能撑住。收了。这还有鲍鱼，刚才。哪里啊？看花眼了，你看石头上还有一个扇贝贴在这儿，嗯，鲍鱼在这里吃海蛎子吧？鲍鱼说的啥？扇贝。好吧，看看看，哇，非常的鲜活，我看他就在这里爬，把我激动的都把鲍鱼说成扇贝了。哎，走吧，看这里一个小海螺，有肉吗？哎呀，好多沙，给它洗一下。咦，有肉的。这个个头有点小，还要吗？我看这里好多八爪鱼，是一窝呀！天哪，哇，这我看看这是多少？嗯，上来这是一条啊，看这条还不小，放桶里啊。吐水还，看看这是多少个？哇，这么多！可是我一个手拿不动，我得把这个翻出去。耶、看那里还有一个。耶、一两个，三个，别跑，四个，哇，这太过瘾了吧。我看这里还有一个了，等我过来把它给抓了啊。看看它只露个脑袋在这儿，拿不出来，有点拿不出来呀。好多沙，洗一下，收了啊。哇，这也太不错了，收了啊。收，这是我弄碎的吗？嗯，必须的。我这么大力气吗？你看这里好多扇贝呀，啊，个头都不大呀，都不小呀。一下子激动了，说错了。哎，那个还开口了，在那一闪一闪的。咦、这个也开口在那呼吸呢。哎呦，手里这个太大了吧，这是我最近捡到的扇贝最大的一次。哦，什么响了呀？扇贝头的水还是这个大壳？这个是壳，这里还有，过来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大吗？缺水了，你看在这里。再给大家开一个，大家好呀，我叫牛牛啊。你看这一个长啥了？哇，小不小不小，收了收了。这里一个鼓包，是不是一个猫眼螺？哇，是的是的。呀，呦，这大肉啊，哦，好肥呀、啊。咦，看看看，
他连说带说，我连捏带捏的就把他的水给他放干净了，收了啊，太爽了。哎，下辈还在这里边跳呢，走继续看看。这是不是，这肯定是，哇，这看这个大鼓包就知道这个扇贝不小，不是这个猫眼螺不小。哦，哇，我今天我该咋用语言来形容呢，八爪鱼这么多，扇贝这么大，猫眼螺这么肥，嘿嘿，收了。看猫可丽在这里，看露的小舌头，嘟嘟，我来了。嗯，反应迟钝的吗？你是收了啊。哎，这个呀，闭上了，在这里呼吸。你是在告诉我这里还有一个吗？嘿，不错啊，个头不是很大，但是也可以的。过来，扇贝。天哪，今天这里好多这种大个的扇贝呀。到了季节，哦，各种出水呀、啊！这个，你看别动啊！到了季节，真的是各种肥呀、啊！哎，闭上，闭上，咋管开不管闭呢？收收收收收！我发现啊，它有点反应迟钝，是不是？收了啊！哎呀，走，看这里，我又发现猫蛤蜊了，看又长个小口在这里呼吸，哎。什么粘住我了？八爪鱼吗？那是？我早就看见了。你也别提醒我。出来！哦，好大呀！你看那条鱼还不小呢。哎哎哎哎哎！呀，它吸得这么紧吗？呀呀！出来出来，走，带回家啊！这也太漂亮了，是吧？飞舞舞蹈呀，有没有？石头回去。啊，走，往这边继续看，这个大石块能不能行，搬一下看看。耶，好沉啊。耶，有吗？有。哦哦，不小不小呢，这个还，我的天，这么大的吗？呀，好不错。咦，厉害吧，扔进桶里，走吧。一条大鱼，过去过去过去，这里水可太窄了，来来来，这里路太窄啊，水也深，这里咋这么浑啊，看看，哎呀，鱼，来来来，我这刚开始用这个工具啊，不太会用，记得吧，哎呀，有的时候吧工具还不如手好用。哎哎呀，走，少蹦一下子呗。哎呀，进去进去，哎，进去进去，哎，不错不错，看，有时候吧，工具还是比人强一点啊！哎，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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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起来掉了！哎，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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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别动别动别动！哎，拿我的桶给它放进去，进去吧！哎呀，放不进去，稍微拿点水养着啊！我看这里也很浑啊，捞一捞一。刚才我踩到了一个东西。啥呀？不知道，真捞了。捞一捞。哦。没有啊，看一看啊，哎哎哎哎，有鱼有鱼，哇、哦，这么大吗？嗯，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。看，我看错了吗？在这儿，在这儿，正好这个石头把它挡住了，应该。用手把它弄出来。哎呦，我差点。哎，这你得挡住它，要不的话它不跑了。哎呀，这还挺老实，千万别蹦！哇，这一坑两鱼，你们敢信吗？这是一条大石斑鱼啊！你看它身体弯了，在这里给我表演柔术吗？这条大石斑鱼也好大，快收了，放桶里啊！收了，哇、哦、呀，这还了得！一坑两鱼，这也太厉害了！走，进去看看有什么其他的收获，有点拿不动桶啊。来，拿着我的工具，这个太帅了，以前咋不知道工具这么好用呢？嗯，走，走到这边，我发现这里一条小八爪鱼，哎呀，它在这里好呀，好歹，不知道放到桶里，你害不害怕这两条大鱼啊？收了啊，哟、
进桶里它就开始反应了，你看你看啊，它把鱼头都包住了，你看八爪鱼这么厉害的吗？收了啊，我看这里小爪子，这石头底下有货，怎么样？哎，没在这个石头底下，在这里边。哇，两条，来给你们看看。哇，哎呀，这条大呀，这一条可太大了吧。你看一对比，这个多厉害，又大又强壮啊。收了啊，放桶里。哎呀，哎呀，石头活跃了。走，看这是不是一只海参在这里。哦，八爪鱼一条在那里。哇，这里货也太多了，我很少来这个地方，以后我得常来呀。这八爪鱼，这个海参还是很不错的啊，个头不小。说了，把这个八爪鱼拿开。哎，不小不小。哎呀，吐水还出来吧，吐水我也不会让你跑了的，因为我是谁呀，我是宁宁，一般女生没有我这么胆大啊。收了啊，等这个石头底下会不会有大货呀？别那么大不可以。哎，这个石头翻不动，都上这边看看，看到了吗？我的第六感很强，我就知道这附近有不少货，又一只海参上货了。走，这今天发了，给你们看看我的桶里，羡不羡慕？走，你们看这只八爪鱼，光明正大的它就在这里，虽然这也是石头缝啊。变色了，你看它头里的沫这都是。收了收了，小心上喷着，小心一点。哎，锁住它的喉了我。啊，出来吧，这不愧是他家呀，我感觉他在这里很和谐呀。出来，哎，吸住了啊！你看这哪个爪子在用力？八个爪子都在用力，其实哎，不错吧这个头。今天的八爪鱼都很大呀，收了啊。我感觉我这下半年翻身了，太牛了我。你叫牛牛。我之前都是贝壳类的，现在都是大货。走，继续看看，看我发现啥了？两个鲍鱼在这里，它是从水里刚爬出来，你看到了吗？肉翘起来了。这不就一个？没，这前面还有一个呢。哦。收了。哎呦！啊，你看，它也在这里吸着了。收了收了，不错不错。收获可太麻烦了，这么多大八爪鱼，还有一条大石斑鱼，还有两只大鲍鱼，还行啊。今天咱收获可以了，到这就回家吧。走，快看，这里有一只龙虾啊！我本来是过来捡垃圾的，我看到这里一只大龙虾躺在这儿，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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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它的尾巴还在那里扒窝子，你看，它还不出来，哎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，咦，好凶啊它！我看。咦，你看它的爪子还一直在勾我的手，想要咬我呀。这东西能夹破个衣服啊，你看它在这甩籽。哎，我把它的籽给它弄下来。甩完了这就。哦，这是甩完了的哈，这不算带子吧，不算是怀孕的啊，给它收了。我的好凶啊，怪不得呢，收了啊。咦，来把垃圾拿着。带了龙虾激动的垃圾动物了，收了它啊！哦，我现在把我不把那个垃圾放在我的桶里了，有点脏，我找个地方放着。给你们看，这是一个小花盖，我带工具了啊，这螃蟹很方便，只是这个太小不要了。走，拿一个，看看。哎呦呦呦呦，这秋天赶海就是爽，收获太多了吧这也。太小了，不要，放了它。八爪鱼。什么情况呀？我刚过来呢，抓到一个大脑袋，可滑溜了，收了啊！咦，收了，我还寻思翻翻石块看看，没翻就它就出来迎接我了，还不错啊！收了，看看石头底下还有，叮咚，出来没了。看这里可黑了，绝对有大头。哎，爪子是不是一闪？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是不是一闪有一个爪子？吸了活的石头没有？哇、哦，这么多吗？一窝呀！耶，这上货的感觉可真好啊，丰收的喜悦，丰收的感觉啊！走，今年海货特别多，你发现了没？对呀，今年秋天特别的多。来，看看这石块底下有吗？我都已经看到了，你看。真的吗？在这儿。是的，是的。原来如此，你已经暴露了，出来吧。
使劲，它还正在吃海蛎子。你们看，这个海蛎子都是有肉的，太肥了。你看它多肥呀、啊！看这里边像有大货的样子。发现一只有越狱的八爪鱼，进去吧，往哪跑啊？越捅越捅，又越捅，说错了，走。哎，看这里，下背正在吐泡泡，一脚踩了，大哥。哎呀，只看见这。是不是？你是不是也在看他在吐泡泡？来，让他给大家表演一个。再吐一个呗。哎，哎，看看看，看在这里捉不动了又。收了吧，走。你看这里，哟、哦，躺着一个大海参。哎呀。爪子都吸起来了，哎，哎，个头不小啊，这个鲍鱼不小啊，你看它，它躺在这儿很安逸哦，咦、哎，呀，它在这里吃这个小螺，肉很肥的样子，就是这里太脏了，嗯，看看，那是不是有个东西，是海参吗？我没看清啊，给它洗一下，哎，太脏了，哪里、啊？里边，在这里边，哎呀，哎呀。嗯，手进不去。嗯，看看，还行吧。你看它在这里边挤的哦，螃蟹，收了啊。看，我发现一只正在逃跑的八爪鱼，我翻开石块，它就要逃跑。哇、哦，怎么样？咦，吸力可真强啊！起来吧。哎，这一个也不太行了，这个也还不错。你看，你看看，反应过来了，小的反应不强烈。大的反应强烈，收了。看到是什么？在这里打个大红。我过来看看啊，像是一个螃蟹的样子。呀，这边水好深啊！来来，用手捅一下。哇，大棉螃蟹，快！咦，过来过来，都往回。这里水好深。水一蹦，我的虾掉石缝里了。在这儿，看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嗯，但是不知道它能不能跑。这里的石头都太沉。我知道呀，我怎么下手啊？你来这边。我这样吧，这里的石缝都动不了，这里的石头很沉，钻进去就拿不出来。喂、哎，呜、哦，拿出来了。哎，我以为我的虾从此就丢了呢。来，过来拿我的小八爪。嗯，哎，这里石头缝也小，拿不出来。这个石头也动不了。哎，可以动的。咦、哎，哎，好沉，累死我了。哎呀，踹！哎，哎，好漂亮这一只，又是一条大长腿，瘦瘦的，挺苗条呀。瘦了啊，这里有石缝，翻翻石块看看。这个石头沉，翻不动。这一块怎么样？哇，好沉！啊，两条八爪鱼，看它在这里很安逸啊，吸得好紧。咦，起来起来起来！哎，看，它吸在这个石头，你小心一点啊。好深，好紧啊！看、哎，不吸了不吸了，放起来。看看你这个小可爱，一锅端吧。没想到啊，这里一窝三条八爪鱼，收了。哎。这边继续看，看那坑里还有。我猜的是，所以我往这走了。这里坑好深啊！呀，你看，看着坑不大，但是很深，也是有活的，有不活的这里边。哎呀，看那里边还有个虾在那呢，嬉戏呢，看不清。等会儿啊，哎呀，好累，虾看到了。哎呀！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鱼饵，你看我的袖子都湿了。哎，千万别掉了！看看还有吗？这个坑里别漏了，没了啊！哎呀，好渴了，好渴呀！哎，海葵。
好渴呀，玩了一下，玩一下。这不还一个吗？我都要走了，你又把我喊回来，在哪儿？我愣是没看见。这儿，开门。没有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在这儿。是不是这个？是的。嗯，它爪子也是还动的，看底下还有吗？没了。那我桶都放到这儿了。出来，出来了。哇，两只海参，快看，两个小胖子哟，收获还不错啊。干咋的了？吓我一跳！小螃蟹不要了，走吧。看这里还有一只，我天哪！今天沙滩上海参泛滥呀，个头不大，哎呀，好硬啊！这个海参越新鲜，它就越硬。收了啊，走。石头里面没有什么，还都是小螃蟹。哇、哦！啊、哦、哎呀！哎。你别看它这么小的个石头哈，大脚可疼了。这有一条八爪鱼，哎，怎么说呢，也值了。咦，好鲜活呀！你们别赖我说鲜活哈，它确实是鲜活，看多么活跃。还吐水了，收了啊。个头不大，但是很漂亮，怎么样？很灵活呀，都把自己开成一朵花了。收了啊，走。那还一条鱼，哪里？后边。嗯。哎呀，这条鱼都晒成鱼干了，是一条鲈鱼。你看，在这里时间长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还受伤了？它受伤了，所以死了，所以在这里晒成鱼干了，对不对？喂海鸥吧，走。走。有没有？竟然没有。收。这边看看有没有？哇！怎么样啊？这几天收获简直是太多了，八爪鱼都吃腻了。怎么样？又一只漂亮的小八爪鱼上货了吗？看它这个爪子可真短，收了吧。哎，摔疼。这里有一只海参，你们发现了没有？它们的颜色可真像啊，变颜色，跟这里变的一样一样的颜色。收了吧。哎哎，太滑溜了，拿不住都。收了，这是啥呀？这海参吐的粘液吧？收了。八爪鱼，啊，搬不动。咦、哎，你们看，这里又一个啊，多地上了，又一个没藏好的小傻瓜在这里边。哎，他以为他藏得很好吧？应该。他的世界其实很简单。就是找个地方一趴，哎，再洗一下。开花了，开花了，开花了！反应迟钝啊！看看看，现在才知道要逃跑，殊不知它已经是我的手中货了。收了啊！刚刚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鹅卵石，给你们看看，怎么样？收了啊！我得带回去。有没有货？看贝壳很漂亮，带走吧。没有啊，这么干净吗？哦，海参两只，咦，看它在这里，它这个形状，你看我一动它，它还动。你也是太好处了，我就知道你没看见，我也是眼神发挥时好时坏。看这一个，它俩的形状在这里，你看它也一样一样的，它的在这里毫无违和感。收了啊！哎呀，太滑溜了，大海参反了，走。看这里有大虾，你看它的小爪子，开吧，它的小爪子在这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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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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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虾在水里是这样跑的吗？哎，这个还活，装死的样子，好可爱呀！收了，咦，这里还有呢，这个也还动，这个不行，收了。哇，这么多的吗？有没有遍地捡钱的感觉？收了收了。这啥？是不是一个大海螺在这里？不是，那边谁家的篮子呀？哇、哦，看大鱼一只！什么情况？我的天！一条大钩鱼！在上咬着。他说：“你看他的牙多么犀利，可把我吓死了。”我以为他不活了，一拿他就弹起来了，个
说还是不错的啊，不朽了，好凶猛啊！我记得去年我被它给咬了一下子，来，桶都跑了。我是过来看着谁家在泡着，你知道吗？吸引过来一条大海鳗，这应该是那边赶海的阿姨他们捡的螺哈，你看专门捡的这种螺，在这里咬着，在这里吐水，还挺有办法的，吸引过来大螺了。哎，我看，没看到吧？我真没看到。你在这里拍了半天，我也是刚刚看到。跟土一个颜色。这是一个什么鱼啊？傻瓜鱼吧？这是，你看，长得有点像傻瓜啊，但是不活了。我看看怎么样？这还是很鲜活的，很新鲜的啊，带走吧。激动的我都不会说话了，一下子逮两条鱼，这还是很新鲜的啊，一看就没问题，收了啊。走，去看看你怎么过。别人家的东西咱不碰哈，放在这儿吧。估计他们以后就过来拿了。行，看那边还有，也是他们的。万分石块，没有货。这不是还有吗？嘿，也没有，给他翻回去。看看这石块底下有没有货啊？没有啊。走，八爪鱼一条，你看那里还有小虾，咦，收了收了收了，咦，你看它有点反应迟钝啊，我都把它拿起来了，它才有反应，收了啊，咦，哎，妈呀，这个鱼活了，啊，我刚刚放八爪鱼的时候，我看到它吐水了，哎，动了动了，鳃动了，鳃动，鳃动了。怎么回事？灵活乍现呀！你看活了，活了，尾巴也动了，真有意思。走吧。对了，记得把小虾捡着。去干它！哇、哦，八爪鱼一条。哎，这个头不一样，这短腿八爪鱼还是豹纹的呢。你看，你看，它的身上都是豹纹的颜色。呀，哎呀呀呀！这有点小，拿不着。成年了啊，短腿八爪鱼它就这么大的，咦呀，好了还，收了啊，太漂亮了，石块底下，秋天赶海就是好啊，哎，有一条，哎，你看你看，蜷缩了，没地方藏了吧，嗯，呀，也是想要逃跑的愿望很高啊，呀，哎，不错哈，收了。往城里，个头也不大。走，看前边，还有海星。收了啊，这个是螺呀，还是肉？哦，鲫鱼蟹，这个很漂亮呀，可也漂亮，而且还不是螺，还是鲫鱼蟹。有，可以带回去，但是咱不要了，放在这儿吧。它很漂亮，我都不忍心打扰它。收了，海星个头不小啊，能吃。哇，这也太漂亮了，在水里。我一会儿一定要单独给他拍个照。这是一条八爪鱼吧？哎呀，跟刚刚我抓的那个豹纹的一样。哎，跑了跑了。哎，不让拿吗？小可爱。哎呀，哎，别跑了。不错吧？哎，输了啊。这个石块太沉了，我搬不动吧？哎，还能搬动，因为这底下是坑。嘿，竟然没藏大货，看看这个，哎，哦，两条，是不是两条？咦，呀，不错不错，呦，可以啊，就喜欢这种一箭双雕的感觉。呀，吸死我了，吸着我了，收了啊，哎，放桶里。今天这是。搁浅上来一批小八爪鱼嘛，小八爪鱼成群应该是啊。这一个大货。啥呀？哦，大袋子！天哪，咋会这么大呢？啊？什么情况？船吗？耶！好吧，走。啊！我发现这里一条大鱼了！哇！哎呦！哎呀！我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宁宁，今天我又来赶海了啊！今天风和日丽，天气非常好，而且我各种装备都带全了，期待能有一个好的收获。走，啊，我发现这里一条大鱼了，哇，好大呀！你们看，
哎呀，这么大，在这儿，我就要了它，去哪了？在那边了。行，我把我的夹子放下啊，这工具带多了还是有点累赘呀、啊。我发现鱼呢，在这里啊，扣住它。哎，去哪了？哎呦，它咋这么灵活呀？我，鲤鱼落来了一个鲤鱼跃龙门给我。我把桶放下啊。这里用它不行，我得用手搬石头缝。你把那个石头搬一下。对。哇，没用上超网，自己抓到这里，无处可逃了吧？抠嘴。no， 它咬我。哎呀，火滑溜。我的天！哎，跑了，那边是谁吗？石头塔塔是真好的。咦，瞪住他！啊嗨，不错啊，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好大一条大石斑鱼啊！哎呀，这下子可发财了。来，合个照来。叮叮。这个网子今天也算是立了功了啊！就先放在这儿吧，等逮到鱼再过来拿。我发现这里一条八爪鱼，看，给你们看看。咦，逮起来了。哎呀呀呀呀！这是刚刚水弄浑之前我就看到了啊，只是我主要去抓鱼去了，所以让它差点逃跑了。这里水都浑了，收了啊！我发现这里还有一条八爪鱼，爪子它听到我过来，爪子都跑进去了。我找一找看看啊，爪子都跑进去了，不是在这个石块底下，就是在这个石块底下。把石块扒开看看，看怎么样？啊，好疼啊！收了它，咦，这里吸了好多螺呀！哎，这个石头还不错。哎，这个八爪鱼好鲜活呀！收了啊，好痛的。走，继续看看，这些石块底下都有啊。哎，翻一翻看看。啊，这个石头好沉。哎，有吗？有，这里有一条。哎我。这个石头这么沉，哎呀，别让它跑了！哎，它往里跑，爪子千万别断了！哎，要跑，钻进石头底下就完了！呀，啊，快！我发誓，我真的使劲了！你们看，它这么多大爪在这一起使劲，千万别让它跑了！使劲抓住它，抓进去，抓到它，这个大石头肯定是拿不起来，搬不起来，让它跑了就丢了。拽它。嗯，怕爪子拽断了，使劲，它不会断炉子的宝吧？使劲，我得手进去掏它的头。哎，哎，妈呀，我撑住了我的腿，我发誓真的不是我不动，能拽出来吗？我拽不动，它的头吸的可厉害，可紧了，它的头吸的可紧了，完了吗？断了，我看腿，腿断了，真的是。那这次肯定丢了。哎，腿还有吸力，这腿真是拽断的啊！对，哎，我来。哎呀，你看呀，这是跑乱跳的，可是丢了条八爪鱼啊，可惜了。来吧。都过来，我就不应该惊动它，我就啪一把抓起来。我拽它爪子干啥？你看，还在那儿动了。跑了，这个石头能不能弄起来？跑了不要了，不行，在这里费了9牛2虎之力也没找到那个八爪鱼，把爪子带回去吧，也算有个安慰了。收了啊，看这里好多沙贝呀，在这个坑里，过来捡了它。咦，看，这是啥？这是不是一只八爪鱼啊？看吧，我看，哎，捡了俩沙贝，看到这里有八爪鱼，哇，太漂亮了，这个八爪鱼，它吐水还。收了啊，看看这石头底下还有吗？这石头底下有没有？没有，看看这个石头底下呢？啊，看到一个红红的，你看这个是不是？哎，我抓到了！这么大呢？吓我一跳，好大呀！各种吐水啊！我的妈，这场战争太激烈了，吓死了！这也太激烈了吧！翻开石头看这么大，把我吓一跳。哎呀，土方的爪子咋回事？这个还跑了，我的天！
收了，把扇贝也捡了一点。这坑里的八爪鱼咋这么大呀？可吓死我了！不错啊，扇贝可肥了。现在这个扇贝可鲜甜，你看它这么小还这么肥，看到了吗？两边都是鼓的。收了呀！哇塞！姑娘，地方超大个的啊！超级鲜活，好秀的样子呀！奈何今天没在家的啊，我手抓螃蟹给你们看看。哎呦，这怎么弄啊？这两只螃蟹好大呀！哎呀，哇塞！哎，哦鱼，哦，天哪！嗯，上土吧，进去。哎，进去吧。哦，哎呀，他死活不进去。这里水深，别让它跑了。好了，进来了，那一只呢？好凶猛的样子呀，太肥了。踩它大爪。踩它大爪。好。对，这样子。对对对对。你们可以自己想象一下哈，如果让你们碰到这种大螃蟹，你们敢用手拿吗？咦、哦。吓死我了！镜头离远一点嘛。好好好。你挡着我，我拿起来，我好扔进去。哎，没扔进去的就是，扣了吧，扣了吧，哎呦，怎么样，地方超大个，它这个大爪里的肉非常非常的多，而且还很鲜嫩哈，很鲜甜。收了啊，把水倒一下，太多水拿不动。翻翻石块底下有没有螃蟹哈、啊。哇塞，现在大螃蟹都出来了，呜、哦、八爪鱼一只，我还寻思着满脑子里都是螃蟹，你们知道吗？哦，它吸得好紧，哇，非常的鲜活呀，哇塞，漂亮吧，而且还很肥哈，这个头大，收了收了，呜呜呜，咋办？完了，呀，完了，呀呀，就这样吧，走，看这个石头底下没有货。有没有？没有没有。走，这个石头底下像你的样子，起，没有。看看这个石头底下，哦，一秒变色有没有？收了啊，看看它在这底下，吸这么多石块吗？哎，还好多小螃蟹，你们处的关系还挺好呀，竟然没互相攻击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大天，收了收了。哎，这么肥这么鲜活的八爪鱼得用两个手才能搞定它啊。快过来快过来，你又发现一只大螃蟹。哇，今天的大螃蟹咋这么大呀？这都是赤甲红哈。过来你看，过来它又举着钳子。耶耶，超厉害的样子。哎呀，哇，这从今以后我得带着抓子带着夹子来，不带夹子不行。收了啊，这个还非常老实。你们看我刚要翻石头。一下头就看到这里藏了一只八爪，没藏好。咦，出来吧！它藏在这一动不动的，感觉就跟藏得很好一样。咦，吸好多石头。哎呀，这么有劲儿的吗？错呀，它这个白白的。咦，还没开始变色。又露一半个屁股在这等着我，哎呦，捏都没来得及捏，可想捏一捏了，收了吧。这里有个大石块的，看看有没有螃蟹。哇，有吗？哦，这么大一只螃蟹吗？可真的是不愧是让我费了这么大的力。咦，这个螃蟹你看在这里还行。竟然没有，其实我还比较有感觉的，呼吸感觉错了。哇、哦，原来在这里啊！
怪不得感觉这么近呢。呀，我还没动你就要逃跑。咦，这个个头不大，比起前面这个头小了点，但是也是比较调皮的。你看，粘着我。哇，怎么样？真的很漂亮吧？刚抓了一只，最近这里面包蟹成群，你看它还在这里吐泡泡，它这个腿扒在里边不出来。哎呦，不小不小，嗯，还小头。哎呀，这个抓的可大了，看躲到之处它都得扒着，好沉啊！之前那个吃爽了，我两个人不太够啊，今天再加一摊。这里泡草大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开始烤好的海鲜，出蟹来大货来吃，你们知道？我前面刚说完这里是大货呀，看你们看这是个啥？大海螺蟹在这儿，拿下来不？哎，这头还行哈，怎么样？收了吧。看那里粉红色的花，这里还有垃圾。哦，哎，我刚要说这里有个垃圾，什么情况呀？里边还藏了一条八爪鱼啊！吸力好强，拿下来，看这漂亮的花不错哟。看，其实不知道手机能不能拍出来，放在海里特别特别的漂亮。这个应该是可以吃的。对，昨天晚上我刷抖音，我看到一个人拍出来了，我感觉她特别特别漂亮，把我馋的要命。然后今天来我就捡到了，输了。垃圾袋子，垃圾冲跑了。嗯，这是我的垃圾都没捡呀，带走吧。你们看我发现了啥？这也太黑了吧！咋这么黑呀？你看一动它，它就缩了，又缩成一个小泡子了，好黑的样子。这个这里啊，收了。看在它是海参的面子上，再黑我也不会嫌弃它的。哇，有这大海参！多么粗呀，这是！哎，还活，这个也还活。哇，不错不错，这个跟刚刚那个一样黑。你看这个，它就白了一些。我还是喜欢白白嫩嫩的这种，但是它这个造型不是很美丽。收了。装啥都行，吃呀？看，这里还有扇贝。吃海参就行了，不能挑人家刺儿。不错呀，很胖，每一个我都夸一夸他们，长得很英俊。看这里有蛤蜊，哇，走近一看，还有一个大月亮杯呀。这个大月亮杯壳子可沉，但是肉非常非常好吃，很鲜嫩无比的。哇，这个不行，你们看对比一下，直接就是一个哥哥一个弟弟。这些水煮火锅呀，包括锅呀、螺呀，都在这地方躺着呀。你仔细看，你怎么能找到它呢？离老远我就看到这里有一个大月亮杯，好大呀！出来吧，带走吧。看看，哎，哦，你是不是也看到了？是不是？咦，我一刚是以为是个海螺。大海是一个，不错不错，还行啊，这个头。今天我是赶上十来个，这是第四个了，还是第三个？看，这里一个小梭子蟹。哇，不行了，但是这个头还真长不小了，不容易啊，走吧。看这里，一只小鱼，哎，还是一个。
背一个的呢。哎，好鲜活的样子，看这个还会跳舞的，收了。看这边就是一个扇贝，我现在跑起来了，扇贝不小心的拿的呢。过一个吃海鲜的，过一个剃头的，行不行？卧进去了，哎，这里水好热乎呀，到底行不行啊？我来激动一下。漂亮，收了。我看这里还有一个，怎么回事？懒懒的，但是你晒糊了吧？你看它的壳子都白白的了，是不是晒糊了？他是不是在这里做 SPA 呀？他也不算安进去，在这里热热乎乎的。好了，收了，还挺干净的。看这里，一个漂亮的花呀！哎呀，好漂亮！哎，发现了没？哎呀，摘掉了。发现了没？这个是海娘菜啊。这里大鱼上没，好大，出来吧。呀，收了！这里一个鲍鱼在跳舞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你看，肉还是很鲜艳的，很鲜活的。收了，十块钱。哎，你看，果然有一个呀，但是这个个头还不大，挺小的呢，是不是？哇，不大。让我先走一走的，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大海参呢，收了。看这里，大鱼，哎呀，这一个你看，一看它这个死样子，其实吸力很强啊，动起来了，动起来了，收了。这里还有一个啊，这一个你看脑袋这么长，也是还在动的。今天太暖和了，这里水是热乎的。这种海鲜你们可能不知道哈，在热水里几秒就不行。里边肯定藏着八爪鱼，看它像有的样子，就当我们说，这里边肯定有。哎，这个壳还挺漂亮的，你们喜欢吗？这里是不是一只猫爪螺？这里的手也明晃晃的，晃的我的眼睛看不清。看这莫亚罗，我再等他一分钟，他绝对进去。哇，给你们看看他推出的样子。哇塞，哇，你看他推的速度多快呀、啊！要不是我和他有缘，我肯定就错过他了。收吧，要别人就说你什么。收。嗯。这水呀，我只是让大家看一看它推土的过程。收了，不错不错，看这里一个海参，哎不对，这里面有一个，你看，我进去了一半啊！哦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，我还以为它就这么点呢，实际上这么长。收了，拿这个，我的天哪，这要谁看不到，给他一脚。直接踩你啊，混了，试一下，瘦了哈，这个好沉啊，这一个我感觉这不得有个小一斤儿，瘦了吧，哇塞，今天收获太多了，太想抓猫呀，抓，不看，我发现猫哥的家族了，前面还有，这是排着队吗？你看。这后边的这个最小，我看前边那个最大。哦，这么多！咦，那个，看这里，有两个。这里，你看这个还行啊，这个沉甸甸的，好肥呀、啊！哎呦，看这个，看它个头那么大，不如这个肥。收了哈，算不算了吧？收获不可多呀。太开心了，看
月亮背带着两个毛蛤蜊，这是你的两个护卫吗？这品种不一样，怎么会在一起呢？收了，这估计是他的两个小弟。哇塞，挺好吧？这每个都是三个、三个、三个、八个、八个，这一会就爆桶了。